是有。有啦，怎么可能没确定？你看这都左右上下摆头，左右啊，左右啊，左右啊，你看的是哪一个系列啊？这两张是一样吗？是一样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来看看，你看，你看。你看，水平自动摆头，左与右嘛，你看全部都有，现在都有了，除了这个经典 R 这个没有而已啊。哦，你是看虾米？所以经典啊最便宜嘛，然后所以其他的都要几十万块以上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没有，从 V 就看经典 R 在哪里啊？啊，他家庭多领，你那一对二啊。一对二在这里、啊。那家庭多零是什么鬼？一对二啊。可是这个就没有写，这会有型号啊，这里啊。这个、啊、型号啊，这个型号、啊、分析什么啊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也看，我怎么看不太懂他的写箱？多零是不是就没有啊？哦，没有啊，哎，家庭多联，哦，这个家庭多联系统是，它这里只有写主机而已啦，啊，里面你可以选随便你想要看哪一个都可以啊，就是外面主机是看这个，然后上面你可以哪一个都可以，家庭多联那个啊，对啊，就是你选完这个主机，你还可以选说你要哪一个系列，它有两个主机啊，一个是50，一个是85啊，然后。两旁使用就可以用这两种的，有56跟75啊，型号啊，你看啊，这里都有写啊。它、啊、在哪里？我怎么看？我下面啊，我怎么看不到？你说什么？这个是型号啊，这个是它的型号，它有两种室外机，这是室外机、这个哦，这是室外机的型号。对，这是室内机，看懂了吗？看啊。这是室外机，室外机有这两种嘛？室外机这个嘛，对不 对, 对？室外机就是这个嘛，它有50啊和85啊这两种啊。啊，你说室内机然后室内机你可以用，这是什么型号？50，哎，这是什么？50什么？跟85什么鬼？室内机，室内机在这啦，这是室外机，这是室内机，室内机就会有这些型号啊。哇，我怎么都看不大清楚。就是这个嘛，就是56嘛，75嘛。啊，对对对，5675的22两个房间就是、啊、在哪里啊？5675在哪里啊？没有啊，就下面啊。啊，它是固定的吗？56啊，75啊。啊，是哪一个系列的啊？是我选完这个。室外机我可以选上面这不同系列，所以他选完室外机就固定配了那几个系列。对，这个应该是一对一的，这个才是有一对多。那这个系列是什么？我来看看。一对二的。那这两个有什么差？一对二分离式冷气还是连接两台室内机？这个是室外机，这两个是室外机，这个是室内机，这个以后是室内，这个是室外。那这个50跟85有什么差？就85比较大台，85的比较大台啊，没有这个。这个50是这个85是室外机的，他是说这个室外机是85，这个是，然后它可以搭配一大一小，然后这个可以两个一样的，两个小的，对。啊，那你要买四台？哇，神经病！我们家不需要两台。可是它这个价钱，这个写这些我怎么都看不懂，这是怎样？哎、5675的有吗？什么叫5675？我在讲哪里？就是几平嘛，你要几平的？是吗？然后有多少钱吗？也不是啊，是什么25平最贵？那个是。
所以他写的这个都看不懂他在写。那可能是产品型号啊，你先看。然后他这里有写啊，25+25是5万多，25+30，30万多，这就是30。看得懂吗？画模呢？可是看起来反正室内的那个都有摆头啊，就左右啊。哪有说不能左右了？那是什么年代不能左右？那、啊、这三个系列差的，所以你说这下面这两个在上面哪里？还是这两个是不一样？完全上面没有、欸，我怎么看不出来？上面没有了、欸。那规格在哪里啊？我真的没有看到规格啊。规格在这里啊。他没有这个表，我告诉你说有没有摆头啊？会不会你这个多年的就没有摆头？也有可能啊。对啊。好，这里啊，多年室内机 Super Marty S。好，这里有25啊、30啊、41啊、50啊，就是这里。那是噪音值的、欸、啊？没有，我说型号啦，25、30、41、50、60、71呀、啊。然后这里啊，25、30、41、50、67呀、啊欸。那它这里有冷媒配管，那你可以看一样的管，那就不用换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是跟你说他说的这个价格和这个就应该吧。所以他这样配起来不就十几万啦、啊？这日历比较，这大金，所以大金比较贵吗？贵啊，但可以用一辈子啊！你想太多了。哦，一辈子都可以一直用呢。你想太多了。那个什么？那个也是用个几，你用日历，哇，几年就烂掉了，还要重开机。